一到半夜12点，有栋小房子就会变成牙科诊所。欢迎光临德拉拉牙科诊所。第一位病人是吸血鬼奶奶。我的假牙有点问题，我的虎牙都磨平了。哎呀，您要重新制作假牙了。我想要那个钢铁假牙完成了，大小刚刚好呢。医师真的很谢谢你。下一位请进。有智齿痛的害羞鬼，还有蛀牙的小幽灵，有对大黄牙感到自卑的玉米，还有一口乱牙的鳄鱼。天快亮了，诊所即将关门。不过，糟糕，来了个意外的客人呐！今天的德拉拉牙科诊所也忙得不得了。